一幅点点星光的画面，令到空间充满浪漫的气氛。而这一幅就是孙悟空在西游记山上的一幕，影像之大，空间之阔，就好像在现实世界发生一样。这一幅外墙展示的 3D 光子透明屏幕有独特的晶片技术，能够处理不同角度的光线，产生亮丽的影像，延伸到外面的世界，达到虚拟和现实融合的效果。广州花果山上的广州广播电视台已经变身成一座拥有 4K、8K 加 5G 高科技技术的基地。这里是广东省颁布的国家级超高清视频产业特色小镇。2020年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就在这里举行。广州已经连续几年举办这个世界级的会议，看得出广州在高清视频界的地位。在会上有很多直播、4K 影视等背景效果的示范，提供给发展直播电商、电竞、动漫甚至电影行业使用。在越秀区北京路步行街就有一个 3D 弧形超大显示屏，是全国第一个弧度这么大的超高清大型幕。北京路同时是全省第一条 5G 加 8K 网络全覆盖商业步行街，夜晚荧幕播出来的虚拟实景效果成为了市民打卡的热点。广东省是 4K 国家超高清电视发展的试点，广州市以广播电视台花果山台为核心，不断发展虚拟实景等高科技技术，将广州花果山确立为广东省超高清影片产业的特色小镇，然后发展到整个越秀区，成为超高清视频产业链，打造广州成为智慧城市。